鱼大学，欢迎大家，钓鱼大学欢迎您。再来欢迎陈一如，陈主任。各位学弟妹们，大家早安，大家好。那我只想跟各位讲的是说，在大学你们想要独立，你们放胆去飞。但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时候，在你们独立自主的时候，不要忘记要做自我负责。阳明大学欢迎你。好，接下来欢迎邱宇正邱教务长。各位学弟学妹，大家好，我只代表教书的同仁。我们要以服务的精神提供大家一个优质的学习环境，阳明大学欢迎你。好，谢谢。现在欢迎苏君伟学长。各位同学大家早。只要是上课以外的事情，吃的住的好玩的好，都来找学务处就对了。学务处欢迎你。谢谢，欢迎学生会学首长。欢迎各位学弟妹来到阳明啊。阳明很小，你刚开始可能会有点失望，要爬山，但是以后你会非常的怀念，因为这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那我负责总务处，大家虽然很多食衣住行，可是很多的靠北阳明都是跟我有关，希望大家不要靠北，就继续写 email 给我，马上处理哈。那学姐不是干假的哦，一定要告诉我，不然的话处理太晚被盯上了。那阳明大学欢迎你。好，谢谢学长。接下来欢迎李建立李研发长。各位同学大家好哈。我们阳明是一所这个非常优秀卓越的研究型大学，所以跟研究相关都是由研发处来统筹负责管理哈。然后我们也为各位同学提供很多相关的创新创业论文比赛等等的这个奖项啊，还有活动，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有关研究相关的事情可以到研发处来。好，研发处欢迎你。好，谢谢你们的发展。接下来欢迎魏振华魏国际长。国际化不代表英文化 ，English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 不等于 Englishization。第二个，英文是很重要的，然后用英文这个语言，然后我们学习另外的沟通，然后用这英文的语言，然后知道怎么去移动，获取新的知识。阳明大学，I'm gonna do that too now。阳明大学，欢迎欢迎你。好，谢谢魏副局长。接下来欢迎陈振文，陈院长。各位学弟妹们，大家早。我是八月一号才刚上任的新学院长，所以我也是新生。那我的任务呢，是启动一个医学院十年建设计划，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学生一起来参与医学院的建设，然后要善用医学院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和资源，好好的造就自己。那么阳明大学医学院欢迎您。好，谢谢陈院长。接下来欢迎吴建中吴院长。各位同学大家早。刚刚校长也说，在这个学校里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有很多的一个山坡地。那我们的学院也是全国唯一的，在生物医学工程学院涵盖的各种学系，也就在实验大楼以及研究大楼。所以我想，同学每天除了得到薪资以外，我相信对各位的身体绝对有健康。那我代表这个我们学院欢迎各位的莅临。好，谢谢吴院长。接下来欢迎陈洪正院长。同学大家早。那生科院呢，只有一个大学系，对吧？那个大学部的学系就叫生科系，然后上面有五个研究所，所以诸位呢都是我们生科院的宝贝。那真的很高兴看到各位同学，因为我自己的小孩现在也在跟你们一样的年纪啊，念大学。所以在这边特别特别欢迎大家来到阳明生科院，欢迎您。谢谢陈副院长。护理学院呢，一向是左手科学，右手人文，培养一个护理科学家。从现在来说，我们也希望要培养不只是管家，而是能够当家的跨领域人才。从未来来说，我们也希望我们不只是以人文为中心，
也希望能够胸怀社区，培养一个能够延续我们世界百大亚洲第五的护理学院。护理学院欢迎您。欢迎王文基王院长。大家早，看起来大家都还不记得要念书，热烈欢迎。谢谢校长，也谢谢所有莅临的师长给予新生的祝福。